时夜后梦，天晚共作红虫。不管你有几多烦恼，不是对应共，眼流也给够梦，流欢闹流水涌。心头的自盼望，一个声音的有从容眺望，从绵绵的跑松花灯，一个人的从容航空，一走一走万把三条心思成地空，楼烟柳吹长风，看看吹过春夏又秋冬，将春梦半年梦，比了家庭一生有几多，眼流下点点错，错淡淡的故事慢慢讲，留下不爱照顾一头浪，有时过意不去，三不四无通过，希望你身体爱健健康康，好等到向清风眺望，从绵绵的爬松踏灯，一家人的从容航空，一走一走万把三条心思情比空，流言流醉江风，看看醉过春夏又秋冬，将春梦慢进梦，比了家庭一生有几多，眼流下点点错，错淡淡的故事慢慢讲，留下红爱照顾一段路，醉过春夏又秋冬，将春梦半进梦，为了家庭牺牲有几多，流汗点点错，错淡淡的故事慢慢讲，留下不爱照顾一头龙，天堂该死天都跳跳跳，心头有梦一跳跳。
西风光涌，发落浪，天有雷动，梦魇独绵绵，八松散丢情迷空，林天共将浪风里的归森红，不答应等等秋在干海有天踪，给希望还给大家好，我是文芳。那段日子呢，你得不会出去，出不会出去，出屋家啊，看电视也好啦，啊，打扫也好，吃东西也好，爱出门呢，一定要爱啊，早几年在转到屋家的时候呢，爱记得洗手哈。我们要告诉你，这一瓶呢是非常特别的客家娘酒，就是客家人叫娘酒，娘酒，老人家特别的叮嘱，就是，客家的姑娘，生孩子以后坐月子的时候一定要喝它，这样会对身体有很大的滋补，让你一定要带回家给家里的，父亲生小孩了吗？谁？你们家有谁要生小孩了吗？对。就可以，这是客家人的一个，有可能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回家问问长辈，然后给你带来了他们平常在家里吃的这些零食，这也是我们从范家村特地给你带过来的。对，他们其实特别想，就是跟你说，在电视里面说芳芳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范家的姑娘，都特别想来，因为他的孩子还很小，然后老人家也要准备过年了，所以呢就不能来到现场看。那你今天就在现场给老人家拜年吧，他们应该可以看见啊，应该给他拜年，他们看得到。你可以给所有范家村的，你们那个村的所有的乡亲。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意外了，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到，就是自己还有就是亲戚在
在中国。不过我真的就是，一直很希望回到大埔啊，或者是惠州，觉得就是惠州，对对，惠州，觉得自己的祖先应该在那儿，去寻根，对，去寻根，在这里，我就想跟就是范家春说，新年快乐，希望快点客家话，哎，快点来看奶奶，还有带着我的爸爸妈妈来看你们。公子律师会建议雇主每天叫雇主银行。我是梁田，我报客家新闻已经有37年了，除非是政府有点鼓励了，要不然老的那一辈离开移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下来的年轻人很多都不会讲，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没有方言存在了。鼓励更多的公司采纳公子子涛的眼界，讲方言的人见面会比较亲切，好像我们用我们的母语啊，就是啊，比如我是客人跟客人讲话特别有那一份亲切感啊，没有那一份割末。因为我原本是拍戏的，拍戏是我最喜欢，第二就是报新闻。哇，这边是有When you first came to Singapore, 你的英文也不是，你的英文的基础也不是很好的啦。不是基础不好，是完全不能讲。哎呀，你假烂哦！哎呀 ，Good morning 又讲不出的。哎呦，真的讲不出的。哇 ，Goodness gracious！ 所以你本来是什么？你是福建人、潮州人还是？我是客家人 ，But then 我不大会讲客家话，因为从小。Parents 都，我父母亲都是跟我讲华语，还有当地的福建话。I see. So she's Hakka, same dialect as me. 我行孝公一啲客话喎，唔错啦吓。我会听，我不会讲。会听不会讲啊？喺客家你咯，客家你咪讲客话。老爸老妈也是客家人还是？老爸是客家，老妈是潮州人。怪不得啦。That's because in Singapore, nobody asks you what's your father tongue. They always ask you what's your mother tongue. So that's why you cannot speak Hakka lah, because although your father is Hakka. But in fact,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speak. Okay. 就全部都不会打。不会打。哎呦，惨了，乐驾先。哎呦，两种都不会晓，做你们好呢。从新加坡驾车到你们那边最少都要8-10个小时嘛。最快最快我试过了，自己驾回去都是8个钟头。Yeah, 而且是 night time 哈、yeah, 哦。不要了不要了，坐飞机比较方便了哈、哦。哇，驾车驾到8个钟头的时候，见到那边整个人要趴下来了。等一下，我每次驾回去的时候，我就在讲哦，几时才要到？哇，阎王啊，8点钟啊，4:00大概也是有一点危险的。如果你一个人驾的话，哦，要safer 啦 ，easier 啦 ，take aeroplane 啦。因为拍戏，对，所以反而因为学了福建话，拉近了我跟妈妈之间的距离，然后促进我们的感情，对。至少就是你踏出那第一步了哈，学了一点福建之后，接下来学潮州应该就好一点，是不是？不会怕。可是你主要籍贯是？我是客家人。客家人。对，所以制作组是。我也很惊讶他们找我演这个角色，我也是非常感谢，我也美莲姐给我很多信心，然后导演也每次拍的时候没有给我压力。虽然是客家人，身为年轻一代的我，对于客家文化的了解其实并不多。我买了一大袋材料，当然要找个人帮我做擂茶，因为好奇的我很想知道家庭式的擂茶到底是什么滋味的。我约的不是一位老婆婆，而是一位可爱的阿姨帮我做擂茶。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擂钵、擂棍，随时准备做擂茶。擂棍多选用石榴木、山苍木和油茶木，磨出来的木屑带有香味。材料沿着擂钵四周纹路不停地摩擦，擂一下嘛。好。学着没有？两个脚要夹稳了，要夹稳啊！哎，对，要不那个擂钵啊，那擂钵就动来动去，你就擂不到了。脚大一点会不会抓得比较稳一点？阿姨告诉我，放了材料之后要慢慢的、有节奏的旋转擂棍，过程中不时加点水，使材料变成泥状。我慢慢的磨，就当作是做运动。
传统的做法也一定会加入绿茶叶增添香气。雷制茶泥也考功夫，要懂得掌握角度和力道。哇，有机会吃到农家地道的雷茶，真的是不虚此行了。除了一般的米饭之外，可以配普米，也就是爆米花，又或者用米谷，也就是半熟的米也行。可以单喝茶汤，茶汤拌饭配菜来吃也行。好香啊，够不够钱？不够钱再挑菜。嗯，那里有好香哦，我觉得很温馨的感觉，你懂吗？不但你炒的菜香，哇，煮的茶也非常好喝，但是就有很家的温暖的感觉。你知道我这样吃这一碗擂茶，我好像差点要哭了，你懂吗？真的，我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因为。外面都吃不到这个味道，你懂吗？这个真的是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擂茶，谢谢了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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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夸奖了啊！真的，好了没有？谢谢你，阿姨真的很棒，品尝擂茶，感受到了一家人浓浓的亲情，体会到客家农村浓浓的乡情。我从客家擂茶中感受到的是家的温暖。还有什么比家更重要呢？ See what's up to the people out there, man? 喂，你冒场外啦，我好忙呀。你们是谁？你为什么要说我？我只是一个 DJ， 我没有赚很多钱的。我哋请一啲讲下嘅亚叫，一个专业帮会插台。我哋同事呢帮错佢哋，所以我哋讲声 sorry。我哋要做一年妈子啦，一包进去后咧，没有发生任何嘅事情。你个小屌啊！阿玲，我跟你讲，其实有很多人呢都可以看到鬼的。其实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觉得好奇，不是想打架。啊，如果你永远看到有人比你的话，你千万不要把人抓到我的家了 ，OK？ 你屌完了，拉呗！屌完，冇得救啊！今天来的三位客人是邓雪华、邓妙华、邓桂华三姐妹。那么有在看 Facebook Live 的朋友都说三个人都很漂亮，完全没有改变，而且还有人比以前更漂亮。然后WhatsApp 这里228说真的很甜呐、啊，有人说雪华比以前漂亮。有人说脸蛋没有什么改变，三个人还是那么美丽。都剩下好评哦。哦哦，有人问几岁？哎呀，不要啦，问人家女孩子几岁？阿拉妈，哎，你们是客家人啊？是，对。OK。客家妹，暂时有几个 like。阿妹叫当最滚是无聊，滚莫听叫滚啊。爱情是无痛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对呀、好听，好好听哦！这个新加坡朋友唱台语歌，味道不错哎。哇，请问你祖籍哪里啊？客家人。客家人啊！啊，我听说这个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你的番薯条，挨起客家人用把本而下得到喎。哦，俺用就试下，乜嘅啊？试喊，试喊啊！跳牙试喊，试下啊！试下，好啊，你唱。飘泊不停，射浪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哦！各位就躺矮讲，有物该当就捡来当，有得当心情的也会爽，一个冇得当啊，做人就尽人望哦，心里做得开，就赚来钱就安熟工，事业就会成功。出业当顶就不是惊，不是鬼鬼祟祟就勉强强，有当有受威风，有当冇熟啊心情啊唔轻松啊，好将来也风，当然爱度日日出业当顶就当做工，人冇日子穷，熟你功得好。纵虽有日就龙传风，唔同日日都哭传龙咩？有黑有阿毛黑毛，何必爱冒充？我卡一你讲空，之前你讲帮你搞掂你就难得通啊！你我卡。有马该古董金链盖子手表就老太重，夹夹就夹来当你。恭喜发太财，乃向太家就上上工，祝太家新年就开心工，心里心有马该比呀更轻松啊，红包就爱刺痛哦，本一百就叫太风，本五十也唔阎王啊，几时几时再回头，哎，多谢条哥，多谢，哎，多谢多谢。今天呢，是我郭碧刚齐贤联合自卫货罗一奇，非常有前途而且非常年轻的哈，我们的罗一奇呢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的这个会馆呢，其实是创办的这个宗旨为造福乡亲，然后培养后辈，因而呢每年呢他们都会分发哦好多的这个敬老度岁金，还有好多的这个奖助学金的。那这个中心呢，他们都放在这个发扬客家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及发扬大埔团结合作的精神，为我们的国家呢做出好多的贡献哦。是的，最主要呢，我们的财阳大埔会馆呢，他们的这个愿景啊，是要成为一个朝气蓬勃、与时并进，那么传承并呢弘扬大埔的文化，以及呢这个客家人哈、啊、这个精神呐、啊、精神的这个会馆哦。是的，哎，我是客家人嘞，客家人。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引以为傲。你会讲客家话吗？不会。对对对，等下来学习学习一下啦哈。你说你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怎么样讲？客家人呢？客家人。客家人呢不会讲客家话。我今天来学习。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立新网站，包括财阳的网站，有多少个是客家人？打上来，打上来。我是客家人。对对对。不要打，我是客家人。哎，如果你不是，不要乱打。我跟你讲啊，啊，是客家打上来。哎，你要打上来啊，我们就知道啊，可能有奖品哦。哎，客家啊，客家乡亲啊，尤其是太埔的乡亲啊，记得客家打啊，打一来讲，客家点赞哈，客家客家客家就快点，客家快点。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永德，我是李永德。你本身是客家人。是是煎做的客家嘢。哦，你喺太埔系嘅。太埔客。哦，我知道客家话咧系，似乎我哋广东话话落雨，你客家话系落水，落水喎。地方嘅客家人讲落雨也有。落雨啊？系。喺边度嘅客家人啊？好似梅州啊，我哋大埔有啲地方都讲落雨嘅。哦。系啊，因为咁嘅客家人啊。出的地方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总共就有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海南都有呢客家人出的地方啊。台湾就不是讲啊，所以呢，不同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饭店嘛，有得吃啦。不过都基本上都不会停。佢啲客家山歌啊，
哎呀，真有水准的哦！不，唔系讲确定你，因为四个是梅高嘅厂啊，四年前咱参加你嘅彩虹太湖水管嘅客家饭，客家饭就扩充多少啦？诶，麦基古诶，麦基用咧客家古嘅厂，传统嘅天台嘅先作嘅创作嘅都要创啦。哇，咁犀利！基本咧行起可以扩诶咩传统嘅技术客家歌，因为山歌诶咩客家人最 top 嘅咧做诶创作嘅。系，我知道客家山歌好有名嘅，好有代表性嘅，嗰种民族嘅味道咧，就喺啲客家山歌度。因为咧先辈都喺啦山乡啊，啊做工作好，有阵时好辛苦啊，有一阵时在种田、耕田好辛苦。就辛苦嘅时候就唱山歌啊，就做点解解乏、解解闷。作为唱山歌，一整年唱好普通嘛，希望啲咩山啲阿哥阿婆听到定系堆火咯。哦，堆火啊！好啦，唱嘅梅州地方嘅一首来自山谷嗰唱嘅山歌号子啦，就用梅州音来唱啦，哈。啊，梅州音唱好好。梅州的一首山歌号子哈。嗯。我嘿，伊话老婆耶。有好山歌啊，你就溜啊溜得那，来哟嘿，溜呀嘛溜得来哟，溜呀嘛溜得来哟，哦嘿，哇，我连随口都唱得出噶啦。其實咧，呢啲客家山歌有啲人叫指性唱嘅即興嘅，嗰啲仲厲害。佢哋會對你對佢一人一句咁樣，嗰啲有你頭腦係轉得好快，嗰個反應過來，咁就指性唱，即興唱歌啦。我哋客家話講，其實嘅咧唱客家歌咧，就好有啲乜嘢，因為客家人咧嘅歌曲啊，好多樣化、多姿多彩。因為廣東咧啦、福建咧、台灣咧啊，還有廣西啊、廣西啊，都有一啲客家嘅粵樂、有客家歌。所以我哋要唱唔一樣嘅地方嘅歌。我哋喺茶陽太湖會館嘅客院堂，喺有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大家來同我做下學習唱客家歌。我喺廣東太湖嘅客家人，我想我係一個客。有啲地方客客家語就講客啊，我想講你講吃飯，都有人講吃飯，飯啊，有三種發音咯，三種讀音，係，廣東人簡單啦，食飯，係咯，就係，因為我哋客家人分得好廣嘅地方，好似有而家好似有八個省有我哋上一次我講過八個省有我哋嘅客家人㗎，而我哋客家話忘記啊，我都唔知道，原來忘記以前嘅人係叫做甜表。未忘記哦，係甜餅啊，唔係嗰啲老一輩嘅只知道老一輩老前輩佢哋講，係啊係啊，以前係講甜餅嘅，後來越嚟越少人用嘅，就慢慢冇人講噶啦。咁最佢係參加過呢個團之後，有一兩位係比較年紀比較大嘅，同佢講甜餅就係忘記嘅意思。客家人你成皮，似乎客家似乎係對對對。我最犀利啲客家話咧，就係有一次我去到客家土林咧，參加啲茶文化嘅活動，咁咧逼住我上台要用幾句客家話講咧。你知唔知我嗰兩句客家話咧，掌聲雷動啊！咁係咧，因為你咪客家人識講，你幾犀利啊！對唔住啊，捱咩客家言啊，捱咩要講客家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咁難爭。你好，我是武庆康，和你分享美好的阅读空间。今天要讲的是黄汉民的《福建土楼》这本书。福建土楼或客家土楼，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吧？我一向对世界文化遗产建筑很感兴趣，所以旅游的重点一向是去看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我去年到了福建一趟，就是特别去看福建土楼，因为福建土楼在2008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到福建看客家土楼是我多年的心愿，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籍贯的问题，而是那独特的几百年建筑让一向对古迹有无限兴趣的我着迷。去年我终于成行，亲眼目睹后满足感满满。土楼的壮观、独特的历史、神奇的建筑结构，以及到现在还居住在土楼的当地人，这一切都让我着迷。
因为这些过去只在书本中或者电影中看到的古代画面还有场景，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有一种回到千年以前的震撼。哎，大家好，我是 Ernest 庄顺炎啊，庄顺炎啊，因为因为那边用低档语系客家语的，你话，因为看到的飞，我要看人家嘅 post， 而讲看到阿妹做嘅 video 啊。系咯，因为阿孙爷咧参与过行动管制嘅期间咧，佢就应该好得闲嘅嘛，佢就参加。其实唔得闲啊，讲真，因为平时阿啲去做工，就阿妹做就送医学教咯，行定阿 mark con 咯，他每天一日系24小时对嘅。阿妹做八点几就康神，几康嘅时候，你全家人都要康神咯。然后吵晒全部人康神 ，OK。啊，反正因为技术旁边阿啲要做咁多东西嘛，即系挨做公司嘅东西、写东西啊，点啊解？所以系每日爱到暗晚时11点过休技术，所以冇挨张可以做其他东西。咁样见到唔见到中意人咧，辛苦啲咯。啊，就做阿妈做老婆啊，辛苦呀。Okay, my dad said that it's pretty much like Mandarin. So if you can speak Mandarin, you just have to like tweak the words a little bit. Yeah, so it's like, I think what he said was, 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 Or something like that. Really? And then, yeah, like, 不是说，不是说，不是说，是客家人，不是说客家话。I try to find the word for 话。I don't know, my dad was saying that it's really similar, but yes, no. Don't know how to speak that dialect. 家里常吃的一道菜叫做蒜盘子。长辈说，长得像蒜珠的蒜盘子，是曾祖父家乡的一道传统美食。你们是几时开始卖蒜盘子呢？是从我外婆她40年代的时候，她从中国来到南洋，因为孩子很多，她为了填补家用，她就开始想到卖自己拿手的好菜蒜盘子和客家薯板。那你们三姐妹为什么会想要继承你外婆和妈妈这一门厨艺呢？因为我妈妈是觉得这是传统美食，我们就是不想让它流失，我们三姐妹就希望把这个美食发扬光大。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做蒜盘子呢有什么工序？哦，蒜盘子其实比较难做，因为我们的芋头是新鲜芋头，要拿去蒸，蒸了又要拿去搓芋粉，粉呢又要搓成一条一条，然后做成一粒粒，像一个圆圆的蒜盘子，要拿来捏，捏好了又要拿去炒，所以这个是很辛苦的一样小吃，很少人会去想来做来卖。对客家人来讲呢，蒜盘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蒜盘子是我们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必须做的一样美食，它是拿来拜神和祭祖。我们做蒜盘子是一粒一粒，祭祖的时候是做成金条，就是做成一条，然后来祭祖，这是一种客家的礼俗啦。希望来临的一年，年年有的蒜。对，那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哎，因为我算是年轻一代的客家人啊。那我不是老一代哦，我也是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叫你妈啊。不可以叫我姐姐比较好。基本上呢，要怎么样才能做出好吃的蒜盘子？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啦？秘密武器是没有，最重要是传下来的那个人。他做的好吃，我们传给我们一定是做的好吃。比如我们有放虾米啊、香菇，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材料，哪里都有买得到。但是来到我们的手上，就变成了一个很好吃的美食串盘子。这么有自信，真有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在我苏花天台 Capital 9534频道，今天是由郑省良报告新闻。屋企肥胶计划扩大到不防蚀或者建泰建筑物头30年，超过200人提出申请，当中一项成功加入计划，可利用住屋套现来补贴退休所需要。另外，截至去年12月，3369户年长家庭加入计划，当中三房式住屋有65%将款设成家庭，甚至保留30年屋企。从今年6月起，
坚决一胎同立决一胎决人，每集日的第二集礼拜二可以免费参观滨海湾花园的花墙，要胎期一年。今年我国开埠209年系列路演法通正式开跑，五藏路演中的首藏法通出本日在亚龙寺内登场。东南沙企发展理事会路演透过故事分享等法通，带领公众回顾我国的历史变迁。副总理张志贤讲，满足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政府的核心角色。张志贤在中国延安市召开的第七届新中两袖论坛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在人民有更加高追求、更多元需要以及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更是如此。另外张志贤讲，随着新中两国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领袖应该以创新思维设计出满足人民希望的政策和计划。美国白宫证实，正签约评估被非法移民送到庇护城市的计划。美国有数百个庇护城市，主要是民主党的选区。这些城市有设计的法律来保护移民，免受驱逐出境或者起诉。较早前，白宫和国土安全部表示，不打算落实这些由总统特朗普建议的计划。不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接受媒体访问时改口表示，这个是政府解决移民问题的计划之一，而且总统也中意这个计划，因此不排除会落实。娱乐消息，新传媒奉新开奖得奖名单揭晓，秦汉伟和昌辉玉凭在电视剧《本爱一百万》的精彩表演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个秦汉伟第六次四次奖错，昌辉玉是第三次封后，秦书上也凭这部电视剧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林梅娇凭《吾郎高秀》获得最佳女配角奖。这就最佳戏剧是《祖先保佑你》，从前演艺奖得主是向云，赵楚敏获得特别成就奖。另外，本地选秀节目《才华行》已出新秀，隔离九年后卷土重来，公开海选天下集日四号展开。这集选秀节目从1988年开始举办到2010年为止，共举办了10届。新闻报告完毕。谢谢莲姐。谢谢莲姐。各位听众哈，各位听众哈，讲了这么多呢，还没有向你们大家问好啊，就是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还在怀念着我，所以我在借此呢，在空中呢向大家祝福，也非常感谢大家多年的爱护。江小英是客家人，那么今天在播音室里边四个人当中呢，我相信一半以上是客家的吧？哦，不是一半，是四分之三。慧明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安哥山是客家人，那我广东人。哇，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客家人一个广东，三个客家人对付一个广东人的。客家人很多。哎，说起客家人呐、我们做客家人实在觉得很荣耀，你知道吗？先说啊。在我们新加坡，我们的领袖啊是客家人的、对对，中国的邓小平是客家人的。那么说到我们新加坡歌坛呢、张小英，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新加坡顶呱呱的艺人也是客家人？哦，还有几位啊？好像邓妙华也是吧？邓妙华是，对。啊、还有谁啊？黄清源。黄清源，对对。歌迷王子。那个那位文雄也是吧？啊，曾文雄哈、啊，还有日子更久一点的吴美玲啊，吴美玲姐，吴美玲客家人、那么还有黄鹂客家人，黄鹂，还有谐剧的那个野风，好像连最现在最出名的吴启贤好像也是客家人啊，对，吴启贤也是客家人啊，哇，好像客家人唱歌挺呱呱，大概是我们客家人唱山歌出身，是，我相信是、你会唱山歌吗？山歌我就不会唱，不过很喜欢听。最近好像中国的那个客数总会他们不是有带领了一团来新加坡唱，可是很可惜我没有耳福、他们一直联络不到我联络不到你到最后他们要上机的时候才见面。
哦，他们要联络你，就是说你在中国知名度一定相当高了，来到新加坡特别联络张小英哦。他们希望我能够回到中国去，开一个个人演唱会。是吗？那么恭喜恭喜，那一定是在中国大陆你的唱片销量啊顶呱呱了。我到过广州三趟到四趟吧，在广州，我有发现到一些卖 cassette 的地方有张小英的 cassette。对对，我也看到。不要说广州啊，连上海、北京都有啊。假新闻啊！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驳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要求撤销早起诉的申请。马航要求高庭撤销三名涉中 MH370 班机的乘客家属的起诉官司，理由是公司在 MH370 班机涉中后八个月重组行李，因此对涉中乘客无赔偿的责任。不过法官不同意辩词，驳回申请。其实从姓氏可以看得出你是哪一个籍贯，所以你是福建人吗？哦，不是，哦，你不是福建人，啊，不是，这很好啊，就跟金大哥学习，应该是福建人吧？不是，也不是啊，他福建话说得非常好，乃黑卡嘎米，哎，我也是好港人啊，真的，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福建话真的很差，可以多多学习的，这个，其实我也是，还是可以啦，可以啦。静茹，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你平常唱的都是华语，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在唱客语的歌曲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哦，困难其实还蛮多的。第一就是发音啦，还有就是，就算发音发的标准，那个调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唱那个歌，至少一定要知道歌里的意思。对，所以有时光是看歌词，你不会知道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哦，但是其实唱了以后发现，其实客家歌还蛮好听的。对对对，就有一种，因为我也是客家人，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不太会讲，所以可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有一种亲切感，对，就好像有一种好像，已经遗失的灵魂又回来了这样子，对对对。那意境真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现场的朋友，怎么样去克服，然后学习客家歌曲吗？怎样去克服？首先呢，要转到客家台啊，对，掌声鼓励一下。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转到客家台，觉得好奇怪，这什么台？然后听一听客话。对，可是觉得为什么好像很多不同种的，跟我以前听的个不太一样，不熟悉这样子，慢慢听，然后还去看他的那个，还有看的节目啦，还有音乐节目跟那个偶像剧，对，看客家偶像剧，觉得就很奇怪。我本来只是转过去看一下，那看就一直看完它，你知道吗？就很好看。对对对，就奇怪，为什么我会盯着客家的那个偶像剧一直看，才发现其实原来的种在那边，所以一看就有那种亲切感。所以就是那种亲切感，让你觉得客家歌曲也很好听，然后值得学习，舒服，很舒服。Oh, 好，那我们就希望那个借由你的魔力来带动我们客家歌曲，让更多年轻的朋友去学习跟喜欢它。其实我想客户。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哦，当然当然，试一试啊。好，台嘎好，我是王金伦。今天呢，东欢喜来唱歌，标准吗？唐有某啊，唐有某，可以可以，听到今天很高兴来唱歌。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就是知道静伦比较常是唱华语，而且他还是星光人气王。然后知道我们想要在这边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邀请静伦来唱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想说，你可以来唱华语歌曲，可是静伦很坚持他要唱客家歌曲哦。来这个客家演唱会看唱国语歌。
怪怪的嘛，对吗？嗯、一定要唱，坚持要唱客语。所以这让我们真的是大大的感动。那接下来靳伦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歌曲？接下来带来这首《四季歌》。哦，《四季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客家歌曲，《西归狗》重赏奉养。哭不出来。接下来还有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动力火车的这首爱情，还有就是李玟的歌曲 So Crazy。 傍晚好，现在是下午的五点，现在由陈瑶为您来播报这个小时的新闻简讯。哇，神佑，很强哦！哎呀，没有，声音完全没强用。然后你平时讲话完全都没强用哎。哦，因为平常讲话会有一点点柔。哇，可以，有有有。对，这位是我的前辈，在电台全职的 DJ， 当初他教我很多。哇，因为讲客家话哦。哎呀，要客家语啊。哇，客家语啊。不流利，不流利。哦，你那边客家语？我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我爸爸是惠州的。这个客家人，客家人我妈妈是河婆，对。哇，刚才吃到 NA 神游的表现如何？给表现、欸、他很好哎、欸，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踢馆，我有听他讲是踢馆，对对对，是踢馆。那个时候呢，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我们踢馆赛的十强。这一集我们来的是什么人？是客人，客人我们要有礼貌，好不好？我们这里就有客家大哥，大哥他很了解客家风土民情，所以我们一定会赢。他是客家人啊，客家。哎，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请客人先出来。对，感谢由五级班让客属工会邀请来的四位参赛者。来高雄唱山歌，半夜到天光。来高雄打菜场。唱歌一山又一山，哇！客家山歌有没有听过？好听耶，好厉害啊！客家杂肉这道菜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因为只有在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得到，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的 Chef Francis Chong。听说他今天带来这道菜呢，是有历史、有典故。我现在真的想流眼泪，我也要流眼泪了，想起我妈妈。我想起妈妈每次煮给我们吃，哎，她吐了。他想到他妈妈，哎呦，我的天哪！那果然美食是那么有魅力的。太久没吃到 chef， 你看好感动哦。只有妈妈会煮，所以你很后悔你没有学到，对吗？对，没关系，今天你已经学了。对，回家会再煮给家人吃。是。今天又是特别的另外一个日子，对，一辈子难忘啊！34年前，今天把妈妈送进火炉里面火化。又是我的生日，永远难忘那一刻。在我还没有上小一的时候，爸爸去世，他守寡把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养大，都让我们受教育，所以说这个母亲伟大吗？客家人的精神。大家把重要的调味料南乳的先后次序搞乱了，名厨的私房菜客家炸肉变了样。这两个人没有听你任何的步骤了、啊。是，你还拿着汤匙，你拿着汤匙。就我受不了，我才去试那味道到底准不准啊？这两组客家人啊，都很英，很英俊啊。英俊啊！这个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特色。剪刀真的是，哎呀，对吧？是是是，不听那个过程来跟着做、啊。是。大家好，最近好多人关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问题。一隻病毒咧，一開始喺去年咧，先年一喺在中國咧
武汉武汉那个地方开始咧，好多人发病去医院检查，最后咧就肺炎，肺炎。一开始我哋喊叫做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然后病毒你放开来看咧，嘅仍然咧好像皇冠一样咧。今下都喊叫做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其实好多人就系喉咙痛、呼吸困难、浑身酸痛，还有发烧的症状，来看医生检有冇吃，暂时叫做中了个病毒。新加坡有一只系疾病应对爆发系统，英文系 DOSCON， 伊嘅四只颜色咧，啊橙色、黄色、橙色同红色。新加坡见下黄色变橙色，即系讲靠人充啲。我做工愛量體温，還有咧啲學校咧好多活動咧愛填落。最後大家咧唔可以繼續學當然咧地方大型活動啊，什麼愛填落，最後填啦。呢個新型嘅冠狀病毒咧有冇傳染咧？見下都跌到起，然後群咧接觸，啊，好像有人咳啊、啊黑黐啊，個病毒喺黏喺個咳喺地波個水母上邊上邊。也好困的飘散，然后病毒你冇做看唔到诶，迄个时候你烧去接触到了病毒哦，伊出人诶冇做啊，患人啊鼻孔啊，有可能感染到了病毒了，所以我大家要注意，吓你咳打气，记得要扎定嘢在，吓你真系唔舒服，你感冒你咳烧啊，你要讲得先，要戴口罩出门口，唔好将个病毒传染俾人家。口罩你拿落嚟嘅时候咧，一口罩唔好攞两摆，唔好放台上面，唔好搬人家。一口罩一执起来丢垃圾桶，哦，笑唔可以喷，唔可以去一直搞嘅口罩。记得你爱用反间射笑，爱多啲射笑，射开笑，浸我自己咩？记得爱射笑啊！每次哈、哦，妈妈在煮擂茶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擂茶都是很多都是要用手去炒的，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常常拿着那个小凳子站在那个上面，那或者上面，然后每次都要抢着我妈妈的铲子要炒，因为觉得很好玩。可以啊，妈妈可以啊，今天兄弟姐妹多嘛，所以大家就齐心合力的，然后菜是没问题，因为炒菜就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如果我们要去卖擂茶那个茶糕，就一定要有一个水准，对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呢就帮忙调配，调配就是不用不同的香料啊，多少的花生，就是全部调配在一起。现在要请本地唱片红星客家妹子古行云小姐为大家首唱第三届世界永定同乡恳亲大会新加坡永定会馆99周年会庆的主题歌《星火》，掌声欢迎古行云。抱乡土四海可为家，乡音传递那股文化。新加坡恩格嘎，美丽又繁华人人夸，携手共进遍地盛开永定花，万年红月乡亲能久长，山歌传给阿妹方，七步向前代代传薪火，血汗培育那能枝芽，宋子清贵妇飘，诸君如一家，老少同心天地盛开永定花。
吉吉嘿风中，阿哥吉吉嘿汉子，阿哥吉吉嘿风中，阿哥吉吉嘿汉子。屋里风光，来，请所有拿到幸运灯的朋友上台一起欢唱，点亮你的灯。心中光。声音传递那古文化，情歌梦人歌歌，美丽又繁华人人夸，携手共进天地盛开有灵花，万年红人相亲能久长，我唱给阿妹发，心上千代代传心火，血汗泪雨那份滋养，宋子清贵妇娘，如君如一家乐，老少同心便一生，也是我的荣幸到永定会参加今天晚上的盛宴。在这里我祝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永定会永远开花，长长久久。是的，谢谢。那待会儿想要买古行云小姐的激光唱片的朋友可以到外面去，她将会为您签名，所有的收入当捐给新加坡的慈善医院中华医院。好，谢谢古行云小姐，谢谢支持，谢谢。